昨天晚上又出去撸串，有个美女她坐我旁边，我跟她说我一喝多就断片，她却一直向我抛着媚眼，嘴里喊着帅哥你好慢，抓着我腮帮子就往下灌，喝多了她就去了宾馆，把我扔到边儿。二更啊里啊，打开了家门啊，媳妇儿便秘憋的直打滚儿 啊，连忙去找开塞露啊，拿起就送进茅房啊，媳妇儿突然疼的直喊娘啊，因为我给拿的是502啊。